女子的尖叫声，男子的叫嚣，两派人马街头打架。无，你拢想卖打，拢卖走，拢卖走。你拢打没枪？等一下，观察料没走，观察。来，军校都不要动，军校不要动。好了，各位，查完了就蹲下。好了，蹲下。街头暴力这可不行，快打赶到现场，先压制这一方。我动，对，咱今仔日咱有力功力啊，对不对？咱今仔无就老拜托啊，你辛苦了。我做奇怪，我准备给你处理啊，你也未给你处理的，你直接画开，是要叫我处理啊？似乎还略带酒意，又要跟远景说明，但立刻被同行友人压了下来，要他冷静，再把场景转到这一边。对打的另外一方人马留在 KTV 里头，其中不乏有人也有酒意，不管哪一边，通通带回派出所，而受伤的送往医院。来，三百块，一二。场景转到医院门口，又有一群黑衣人，远景右手拿枪准备，一边喝令蹲下要盘查身份，就怕第二波街头斗殴在医院门口，毕竟刚刚打得太凶了。你知道你讲啥话出来的，那个叫啊，我就怕了。他多少倍啊？在家那边啊，只要穿黑衫啊。一刮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参与，在嬉笑，让误使另外一方认为说他们在嘲笑，便出言不逊，双方遂一言不合，酒喝多了产生误会，结果引发双方斗殴，连安全帽都拿来当武器，打到都裂了，就知道有多搏命了。只是整起斗殴让远景私下说，逞一时酒气之勇打架受伤，这值得吗？记者陈古敏、林真燕、吴怡静在高雄采访报道。